游戏新干线年度大作《诛仙二 Online》推出首部改版资料片《天空之城》，打破空间的藩篱，开放空中对决战场《天空之城》，提供全方位立体式的战斗。玩家不仅要小心地面上的攻击，还要随时准备迎战来自天空的威胁。另外，改版推出时间接近圣诞节，游戏新干线除了将在游戏中举办应景的圣诞活动，代言人杨景华也录制了一段圣诞祝福，陪同玩家们度过暖暖的圣诞节。为庆祝《诛仙二 Online》首次改版，即日起玩家至全省购买莱德随身碟，领外包装贴纸即可以获得游戏续保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哦。中华网龙超萌日系风格的恋爱养成战略游戏《女神 Online》，12月24号推出《光明骑士》最新改版，将带领所有玩家前往遥远的天空之城安纳斯王国，重返神族国度，唤醒昔日荣耀。玩家除了展开第三章全新剧情，更开放安纳斯王国中5座漂浮岛屿新地图，新增全新奇幻种族，以及即将开放的超甜蜜结婚系统等精彩内容，热血沸腾的崭新冒险即将启动，力邀精英战士加入守护和平、力抗黑帝斯的英勇行列。接力营运的线上游戏《艾恩永恒纪元》，为感谢玩家支持，并为圣诞节提前暖身，将举办新兵 Let's Join 活动，邀请玩家一起拿奖励、冲等级。即日起不限新旧账号，只要是游戏角色在等级5到35级，即可以领取各阶段的等级应援补给奖励。还有12月23号开始到12月30号期间的圣诞召集令，征求跳伞技术高超的守护者大人来抢救圣诞礼物哦。另外，为回馈玩家这一年的拥护，从2009年12月23号到2010年2月24号期间，推出包季388红利大回馈活动，让玩家更轻松享受游戏乐趣哦。台湾一级网的可爱风格线上游戏《口袋西游》最新冲把勇士们大改版，将开放6大职业等级上限到105，除了可学到威力更强大的新技能，还同步开启全新百级地图奥莱国，威力更强大的屠龙装备等超强武域 BOSS 也在新地图中等玩家来挑战哦。此外，还推出了女充等我加持活动，只要在12月23号起至2010年1月6号期间，玩家顺利将等级升至61级以上，即可获得加持奖励。所以要充等，快趁现在哦！美商一点预计明年初发售的超暴力动作游戏《但丁的地狱之旅》，在12月10号率先提供 PS3 试玩版下载，大获好评后，也在12月24号开始提供 Xbox 360试玩版免费下载。为因应圣诞节到来，美商一店还制作一段搞笑版的《但丁的地狱之旅》圣诞预告短片，让游戏中丑恶的地狱怪物、9大魔王都穿着圣诞装亮相。不过说真的，游戏中的怪物魔王都比丑的，穿着圣诞装让人看了更想好好痛扁他们。或许这支带有搞笑风格的预告短片会激起玩家想痛扁怪物的欲望，让游戏销售更看涨哦。